我上北大呀，没讲过评书艺术的课，但是说书的时候，真正说面对观众说长篇书，我已经十来年不说了。为什么净上电视台了？那就对着机器说了。哎，在广播里边就跟您话筒讲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到这儿来再实践一下，看看我还会不会面对观众说。非常愿意到北大来。为什么今天是北大曲艺家协会请我来？因为我是辽宁曲艺协会，简称叫曲协。这个文联呢有各个协会，这个作家协会呢就叫作协，美术家协会呢叫美协，音乐家协会呢就叫音协，曲艺家协会叫曲协。和我们在辽宁有一回在宾馆里开会，告诉今天文联在开会。把门一老头呢，对这些协会的简称不太熟悉。先来一个人呢，这个人这老头一问你哪的，说我是作协的。作协的，这作协的进去了。待一会儿又来一个，又问你哪的，说我曲协的。能那么快吗？怎么没弄明白这事儿？其实这曲协是曲艺的那个曲，哎，所以今天非常愿意到北大来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说北大的同学都是高分考来的，这个地方将来说不上出来什么人才。如果北大曲协和同学们约我到这儿来，我要是拒之的话，万一这里边一不留神冒出一国院总理来，这不老早就得罪了吗？是吧？所以今天呢，给同学们说一段《杨家将》里边的前半部分，潘阳孙。其实咱们说三天，说三天呢，咱说到哪儿算哪儿。哎，因为这一部长篇书得给说，要当初在这个剧场说的话，那得一天俩小时得说仨月呢。是吧？今儿个呢，咱们在这儿开头呢，就是从头上来。头来这个，当然杨家将大家都知道。杨家将发生在宋朝。现在呢，咱们把这个消息啊叫新闻，震动人心的消息叫爆炸性新闻，特别震动人心的叫特大爆炸性新闻。我今儿说的这部书，就说在大宋朝太宗年间，社会上出了一件特大的爆炸性新闻。怎么回事呢？皇上的老丈人和八翁千岁的妹夫两家打起官司来了，皇族之间斗争起来。八翁千岁的妹夫就是杨延昭，大伙都知道的杨六郎。这杨六郎呢，就状告皇上的老丈人北路都招讨使潘仁美，说这潘仁美利用职权报复了他的爹爹金刀令公杨继业。对辽作战当中，本应该不出兵，他非得让他出兵不可。这一出兵中了敌人的奸计，困在两狼山虎口江崖峪，结果潘仁美坐视不救，杨令公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率众突围，突围不成，在李陵碑前三头撞死，两万多宋军全军覆没。杨延昭的弟弟杨延嗣被潘仁美给害死了，杨延昭好不容易逃回朝中，就把潘仁美给告了。这一告，皇上派人把潘仁美给调回来了，押到监狱之中，羁押在监狱之内。潘仁美这羁押大概就相当我们现在拘留吧，没最后判刑啊。不过潘仁美那可是国丈，皇上的老丈人，说是羁押，其实享受的是高级待遇，一日三餐，
想吃什么给他上什么，也并不捆着，也并不绑着，只是说临时限制他的自由。但这个事儿得问这案子，问潘仁美的时候，潘仁美说没这事儿，我根本就没有勒令他出兵，他自个儿贪功心上，他去了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皇上自然一听潘仁美这么一讲，也觉得有道理啊，谁能把这个事问明白？于是把这个事就交给西台御史刘裕。西台御史呢，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检察院了。所以这东西都是皇亲贵族打官司，这御史台就审问吧。西台御史刘裕这一审问潘仁美，潘仁美的女儿是皇上的西宫娘娘，最受宠，长得最漂亮。西宫娘娘就给这西台御史就给递上。上面红包，那时候不能叫红包，那时候不是那纸票子，恐怕就是红口袋了，那里边装都银子。这一这上，西台御史刘裕问案的时候，自然就偏向着潘仁美了，就问程延昭啊，这事真的吗？啊，这你说这个老令公撞死了，谁为证啊？啊，他为什么要撞死啊？他可不知道，他问案的时候底下有厅堂的，厅堂的是谁？八千岁杨延昭的，就是他大舅哥。这八千岁化妆成平民百姓，他有一个娃面金简，这个金简是黄蜂的，可以打死贪官污吏。他偷着在那听，一听哪一句话都像是背诵，八千岁急了。一集出来之后，把这八面军简一举，就问刘裕怎么回事。因为在这之前，八千岁已经听人说这娘娘给他送了礼了，钱递上。八千岁说：“难道说这法律真能拿钱买得动吗？”一看真买动了，这背上好像到处都有理，原告快成背上了。八千岁一怒之下上去，啪嚓一剪。脑袋大瘪了，这脑袋一瘪，刘裕一死，满城的人都吓坏了。当时八千岁一调查有证据，甚至把这红口袋都找着了，提溜这玩意就找皇上去了，说陛下，您摆的这跟御史台就这么问案吗？皇上说怎么问案？说现在娘娘贿赂他，给他多少两金子？皇上说有此事吗？对，有此事。那真叫审问他，您甭问了，我把他打死了。皇上一听，那是御史台呀，那不是一般的干部，那是高级干部啊，用现在话说，那检察院院长啊，随便说打死就打死了。皇上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尽管不高兴，但是说不出什么来。为什么？人家有证据。你贪赃枉法了，八千岁那个八面金简是当初曾经受过黄蜂的，说这个简上殿管君，下殿管臣，管龙子带龙孙，代管三公和六院，皇上脑袋上管三分，贪官污吏打死无论。所以有这黄蜂，他打死一个又有证据，真不好说什么。皇上心里不高兴，脸上没带出来，但是说是没带出来也有点没意思，就问八千岁。八千岁就赵德芳，赵德芳问说是皇上的侄子，赵德芳是赵匡胤的儿子。这皇上赵匡胤宋太宗吧，是赵匡胤的兄弟，是烛光浮影千古之谜嘛，就从这哥俩身上出来的。这赵匡胤就问这八千岁，德芳，你打死刘裕，谁来审问潘阳之案？八千岁说话，打死这个贪官，在朝中寻找，我想自有问案之人，找一个公正的，好吧？皇上当时就问：脸庞中的卿家，哪一个审问潘阳之案？这些个大臣都在这站着，也有问的，也有武的。一个个心里都在合计，这案子谁接啊？啊，那打死一个，我们
再见。一个是那头是皇上的岳父，这头是八千岁的内账。我们接这案子弄不好，那刘玉就是前车之覆，我们就后车可鉴。再说了，这两家事谁能弄明白呀？他说他逼死杨继业了，潘仁美说根本没这事儿，你说我们敢动刑吗？哎呦，敢跟娘娘他爹动刑？娘娘那在皇上跟前枕边封印啊，什么风也赶不上枕头边的风，什么台风飓风多少级也不行，那风一刮皇上就听啊。这些大臣谁不动啊？皇上一看怎么满朝文武大臣十王禄当四报王恩怎么一个说话都没有，不说话点问这个你行吗？臣才疏学浅。问那个你呢？臣低能乏力。问年轻的，年轻的说臣浅薄无知。问上岁数了，上岁数说臣年老多病。他们一个感觉差了。皇上看到这儿好像在这里了，看八千岁得吧，看见没有，满朝文武大臣没有敢接这个案子，怎么办呢？八千岁心想，大宋国朝这么多当官的，天天都拿着的是国家俸禄，关键时刻没有敢挺身而出的，没有敢把这个案子给问明白的，这说明宋史江山呐、啊，还刚刚兴起就有点气数已尽。八千岁说：“说王，这样吧，朝中无人，咱朝外寻找；朝外无人，咱县镇寻找；县镇无人，庶民寻找。我就不信大宋国朝找不出一个能敢接这个案子的人。好吧，德芳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，你看谁能问案？鲍玉镇镇一甩袖子，玩退将，带气儿。八千岁一看，你生气呀、啊？生气归生气，我得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怎么办？当时就找朝中的丞相王延龄。八千岁找王延龄上吏部府干嘛？上吏部府查清官册。清官册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就相当现在的干部档案吧，就查这干部档案。吏部呢，就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。那么组织部里边攒着很多的干部档案，在宋朝那个官员的档案，不光说是这个城中的、朝里的、连外的、各个州城府县的，这个官员资料是政绩显赫，往往都有资料在这存着。八千岁和王延龄两个人整整的查了三天三夜，最后眼睛都熬红了，老没睡觉，真查出一位来。怎么查出一位来？他一翻这个清官册里边，发现在山西一个偏远县份叫峡谷县。这峡谷县有一个县令，这个县令是进士的底子，也不知怎么着这官给放那么老远去。一看到这个人，姓寇名准，字平中，原籍是陕西下归人。为什么查到他了？一看这上面记载他的政绩，记载的比较粗略，说这个寇准在山西峡谷县连任三任，为官九年，审过葫芦，问过黄瓜，打过城隍，考过土地。峡谷县内被他治理的路石一夜不闭库，百姓都称他寇青天。最后尤其这个批语说他明察暗访，善断疑难，什么案子到他那儿一问都明白。八千岁就这个意思。王延龄在旁边看看他，王爷，您想调他啊？这个人不行吗？王延龄说行啊，只是这个人脾气不太好。怎么不好？他是两榜进士的弟
本应该是留在朝中，这个吏部府，您记得吗？上一任吏部尚书在派官的时候呢，这寇准呢说的话有点难听，处犯了这个吏部尚书，所以把他贬到那么个偏远地方去了。这个人其实是很有才华的，因为我是他的主考官。哦，那为什么把我贬到那么远呢？王爷，这个事儿那就不用说了。我不用说，您心里也明白。寇准没给他送钱，这个那吏部尚书可没说这话。是啊，我们大宋国朝为什么朝中就这么笨？皇上点着名的问都不敢办事儿，就是因为都是花钱买上来的，不花钱的都撵走了，我就叫他。你别让我着急啊，说王爷，您要掉就掉。气死我了！王爷，您别生生气啊。你明天就跟皇上奏明，转过天来八千岁就把这个事儿奏明皇上。皇上一听怎么回事？说您降旨吧，上山西峡谷县调那峡谷县的县令进京。皇上说为什么叫他呀？七品县令啊。上金殿都没有他跪倒磕头的地方啊，让他干嘛？王爷说：“我看大宋国朝办事儿，我就发现这么一个。我不敢说别人都不能办事，反正他是能办事儿。他怎么回事？这八千岁就数了一遍，这王爷可能都背下来了。说他审过葫芦，问过黄瓜，打过城隍，考过土地，下五县治理的路是一夜不未过，就从这天就该叫他。”沈葫芦是怎么回事？那不难的了。皇上一听你说调他咱就调他，把他调进京来咱再说。于是皇上马上降圣旨一道，让谁去呀？内宫太监的总头，又叫内宫总管，此人姓崔，叫崔文，让崔文带着圣旨到峡谷县调寇准来朝。这崔文一听说上峡谷县去调人，这么偏远一个地方，崔文心里非常高兴。为什么？他知道这是肥差，他是皇上身边的亲近人，而且各个地方官员都知道崔文内宫总管轻易没出过朝，没走这样的道，跑这么个偏远地方，这一去打开地图一查，这一路上经过哪州哪府哪城哪县都看明白了，第一天在哪站，第二天在哪站，第三天在哪站，哪地方有什么特产都明白。崔文心想，我这一去甭问，这一路上肯定我是最受欢迎的人。崔文没多带人，就带了十几个人，都是宫中的小太监，都是他的亲戚。崔文骑上自己匹马，这些小太监都骑着马，路远呢、什么坐轿坐车都不方便，骑着马这崔文有胆这京都里边就出来了，出了京都直奔峡谷县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崔文这一出朝，那不说皇上出朝地动山摇，他也能赶上五级地震。崔文这一路上所有的地方官员早就接到了先行报道的公文，想走官管公文先提前一天送到钦差大人那边路过，所有的地方官，好家伙，这一路上是远接近迎，管一下他入山九海，临走的时候送土特产递银子包。这崔文一看这些官员们都是瞪圆的眼睛，满脸堆笑，跳着脚的打溜须，蹦着高的拍马蹄。甭说别的，就崔文这身块本来就够胖的，出门上火应该是掉膘，他出门上火没掉膘，七天长了五斤半。你说这伙食怎么样？他为什么呀？这一个地方跟着一个地方学呀。崔文到这个地方，下个地方又来人了，他在他那吃什么？
说吃的什么吃什么，把菜谱拿回去了。那边一听，咱不能再吃这个了，再吃这个人家就不爱吃了，换样。这顿顿都是新鲜东西，崔文吃的什么都记不住。带着这十多个人往这来，小熊夜住饥餐可以分食一天，明天就要到峡谷县了。崔文今天住的这个地方，晚上没睡着觉，心里合计，明儿到峡谷县了，寇准呢，该叫你了，是专门为调你来的啊！我想这寇准他应该明白，我这一路上是怎么个意思，是吧？错不了，马上派向导官早到了先去，给寇准送个信儿，说奉旨的钦差到峡谷县来调他来了，他小子高升了。崔文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吃完了早饭，带着剩下的随从人等齐整啊。巴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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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着急，缓着劲儿走。远远的看见了峡谷县的县城，看见县城之后，吁，带入江城，俩脚蹬着马凳，挺起身子来，在马上往远处看。哎，我说我这眼神差点，我也五十来岁了，看不太清楚。他出来接了没有？旁边的一小太监在马上瞧着，那个上边是垛口，下边那是城门，城门两边也没看见有旗，也没看见有人呐。怎么着？这寇准没出来接咱们？现在起码还没出来。咦，我走了。咱在这儿等着，寇准，你好大的架子，我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调你来了，一路上别人都远接近迎，接触十里地八里地，现在到城门洞这里眼看着，你他娘的还不出来？我瞅着，我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哎呦，总管出来了，来了，你看他们来俩人吗？两匹马，这两匹马跑得非常快，来到崔文的跟前，腾！崔文一看，这哪是寇准呢？这是我向导官。跳下马来了，总管，您来啊！我来了。寇准呢？寇准，我们昨儿个下午到这儿。就开始找他，你到现在还没找到。什么？他不是峡谷县的县令吗？对呀，是这儿的县令，他没在这衙门里呀。他哪儿了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总管，我们到这儿才知道，这峡谷县要是这名过去都没听说过。这峡谷县这县城太穷了，穷乡僻壤、兔子不拉屎的地方。我跟您说，我昨儿早上找这寇准啊，我到他们衙门里边找，问谁谁不知道。后来找他们衙门里边衙役，问衙役，他们说这寇大人下乡了，说也不是哪个地方闹灾了，去查访灾情去了。你没说是传旨官钦差来了吗？当然我得说呀，我说钦差大人到了，圣旨到了，来调他，得快点让寇准接旨。那他怎么说啊？他们说他们大人得乡下呢，他们得找去。去找了吗？去了。什么时候能找回来？他们大人下乡走哪去他们不知道。他说呀，少说呢三天五日，多说十天半月。奶奶个孙子，合着我们在这住半个月就等他。这是我已经派了就是四路人都下出车了，也休去早来。哎呀，崔文心想，二十四外都外了，就剩最后这一哆嗦了。你说我是调他来的，你说我把这人调不走，我这一道不白来了吗？回去怎么交旨啊？嗯，好吧，这样的话咱们就住在医馆之内吧。
住医馆。总管，跟您说，他妈的这地方根本就没有医馆。没有医馆了？啊，这一路上所有的县城都有，怎么没有啊？您听我说呀，我打听了。我说我们钦差大人要等在哪儿等啊？你得有金庭医馆呢。他说咱这原来有个医馆，由于我们这上边甭说是朝里的人，就是那个知州、知府大人都从来不来一趟，这地方太穷了，所以这医馆呢老在这空着，空着呢耗子满地乱窜，最后呢把这医馆呢这都给改了别的了。这里边我给您彻底打听了，最好的地方就是大车店。大车店，那咱们就得住大车店了。哎，对的，屈尊您大驾，您就在大车店里待着。嗯，行，这一道混到灭了，我住了大车店。那他们衙役们呢？这些衙役，我跟您说，都怒张张的，瞅那眼，一个个扎三锥子都不带出血了。再说，要不钦差来了，他大人不来，这衙役们都得吓坏。我看你这个都两眼发直。好吧，能生能慢才是大丈夫。进城，不过就这样催文。这一行人马骑着马进了峡谷县城。这峡谷县城进来一瞧，到两边全都是土坯房，老百姓一个个出来都是一脑瓜子高粱帽，一梗轴的黄土泥，瞅着样子这真是穷乡僻壤。这几位在这街上一走，这峡谷县老百姓一个都可爱了。哎呦，姑娘，这几个人是哪来的？哎呀，你看人家天天骑着马，膘满肉肥的，你看人家那马上坐的人，那个脸都反油光了啊！就是他们都吃什么长的？旁边那位装民工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，这人肯定是大地方来的。我听说呀，人家是大地方人呐，人吃东西跟咱不一样。那怎么不一样？就吃这大米饭都跟咱吃法都不一样。那怎么吃啊？我听人家说啊，人家把那个大米饭呐蒸熟了之后，拿着细铁丝儿把那个大米一个一个一个都给穿透了。穿透了干嘛？穿透了，然后把那个牛肉搞那个小磨子那磨，这个牛肉干磨成细粉，把这个一点点往那个眼里头灌，就说得了，然后再蒸一遍，人就吃那个。我说他吃的满脸放光啊。议论，崔文假装听不着。到了大石店门口了，到了大石店门口，这向导官先出来，先出来干嘛呀？找着店掌柜的，把店掌柜的找出来了。掌柜的站在门口迎接，后边带两个伙计。崔文众人全都下马，伙计们过来给牵着马拴到草头上。崔文迈步往里就走，他往里这走，崔文发现这个大车店这个大院子这边是一溜马棚。这一溜马棚是上面有一个盖，旁边全敞着，这马是拉尿都在这里头，这臭气熏鼻呀。崔文就问住处在哪儿啊？哎，您就过去这马棚那边是上房屋，那就您的住处。是啊。崔文心想啊，我把他捂住了，憋一口气，我一口气就憋到上房屋那地方再喘。他憋着这个往前走，走到半截上，那掌柜就过来显热情。老爷，您那个屋就在这儿啊，这您预备一套铺盖够吗？实在憋不住了，来口大的。这下把崔文给憋得震了一下。你多余，你问我这干嘛呀？我旁慢带的，行，进来了。来到上房屋里边，崔文一看这屋子非常简单，一张床，上面有一套铺盖，旁边有一张桌子，有把椅子。崔文一看，扯过这椅子，坐这儿了。
这就是你们最好的麻子。老爷，这是我们的高尖儿。这你们高尖儿，那低尖儿那什么样啊？啊？我问你，你这个店里边卖饭吗？哎，我们这店里头啊，我们这店里不卖饭。您要吃饭，对门儿，对门那有饭馆，饭馆里都吃什么呀？饭馆，哎呦，苞米面、窝头、豆腐脑。嘿，像你说这意思，把你香够呛。我问你，除了窝头还有别的吗？有啊，还有小米面的煎饼。我要吃酒席有啊，酒席酒席有啊，十字大街咱里面饭桌，那得您自个儿掏钱派人给您买去。对，我就是自个儿掏钱。崔文心呐，崔文心想，这一路上我就没花过钱，结果到这儿我自个儿掏钱了啊！好你个寇准，你当我见着你的？崔文马上掏着钱来，告诉手艺人到饭庄。提溜着食盒，买回来一桌酒菜，买回来摆在桌子上，崔文就在这吃，吃完了喝完了，这气儿还消点，吃饱喝足了，打听手续人，找寇准找的怎么样？现在还没有消息。哎，崔文倒把这手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在这店房门口一站，他想观察一下峡谷县的风土民情。往周围一看，这个地方是挺土。他正在这看着呢，有打对过来了一个小伙子，16、17岁，扛着一个熟点把子，熟点把子插着几十串糖葫芦。哎，这糖葫芦呢，颤颤巍巍的在这熟点把子上插着。这小伙子扛这门就过来，来到崔文的跟前，嘣儿，这个熟点把子有俩支腿儿，支到那儿了。看看崔文满面堆笑，这个小伙子胖乎乎的，四方脸，长得挺有人缘，看出来带一份质朴，指定是这儿的人。崔文瞧瞧他，崔文的嘴里边啊叼了一个牙签儿，这牙签儿啊是在上一个县城里边转一把揣兜里带的。要不然这地方牙签都没有，叼着一个牙签儿，在这一边嚼着一边看着，一副傲慢的样子。这小伙子怎么着啊？哎，这位先生，您从哪儿来呀、啊？问这干嘛？哎，这位先生，我看您从哪个地方来的？从哪儿看出来的？这位先生，就从您的派头看出来，您一定是有钱的。看我是有钱的，你看我是干什么的？您可能是做买卖的。做什么买卖的？这位先生，我估计您肯定是刀子驴了。你怎么装出我的刀子驴了？这儿把牙签扔了。你看我哪像刀子驴的？不是，我就瞧您派头儿，你说在我们这儿，除了拉骆驼的，就是刀子驴的，再有那卖醋的，这卖醋的本钱小啊，您不会是卖醋的？哦，你还高看我一眼。我告诉你，我也不刀子驴，我也不拉骆驼，我是朝中的官员。哟，哎呦，那您是老爷？不是老爷。您是朝中的，朝中那就是京城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得东京汴梁来的。哎呦，那是大官啊！老爷，您那么大的官上我们这穷地方来干嘛？干嘛呀？我来调你们老爷来了，调你们这县太爷，调我们县太爷。我们县太爷没得钱啊。你们现在也没那钱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哎，崔
听着印象这怪啊，这口准没在家，您卖糖葫芦怎么着？这听众关系不错呀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现在年龄在家？哼，您得先告诉我，您是京都里的什么大官？这是秘密，不能跟你说。你说你怎么知道县太爷不在家？我不光说知道我们县太爷不在家，因为我们县太爷下乡了。我们县太爷多大岁数？哪天生日？属什么的？我们县太爷的夫人是多大岁数？哪天生日？我都记得。那怎么回事？嘿，这属于秘密。一转身，崔文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崔文心想：我得打听打听，这寇准在为官怎么样？是不是像八千岁所说的那个样子？到店里掌柜的找我来，掌柜的进来。哎呦，这个老爷，掌柜的知道这是官啊，因为打前站的告诉他，这是钦差。这掌柜的这一辈子也没见过钦差，不管是他没见过钦差，望着刀三辈从他爷爷那辈算，都没见过钦差。这掌柜的简直是受宠若惊，见了钦差腿肚子直抽筋。老爷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问你，你们这个县太爷寇准当官当的怎么样？哎呦，回老爷的话，我们县太爷寇准，您问他当的怎么样啊？这怎么说呢？跟你说吧，大宋国朝像我们寇大人这样的官，可以说百里千里不挑一，不对，万里不挑一，干脆就说没有。咱没有啊。我问你，我就说我们这寇大人，我简单的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寇大人上任以来在这儿连任三任，一任三年，三任九年，没动地方。跟您说话呀，老爷，这是您是大官，我今儿跟您说两句话，也是替我们寇大人鸣几句不平。所有当官到我们这儿没过六个月的，您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一瞧这地方，要钱没钱，要东西没东西，老百姓全是毛病，全是事儿。所以你想什么法，不过半年准走人。寇大人来了，一下子干三年，三年应该到任了，按理说应该给人调走，可是老百姓说什么要留。嘿，咱们这上面这些大老爷们呢，还可以倒行，可能往这派人也难派呀，最后就把他留下了，连着留三回，九年了。所以今天我听说您是到这儿来调寇大人的，我都替寇大人先高兴。老爷，快把寇大人调走吧，在这儿把人家前程都给耽误了。人家可是大才华，在这儿为我们这个土疙瘩呕心沥血，值不得。哦，这寇准他怎么个好法呢？怎么个好法？别的甭说了，寇大人来的时候，头一任当官人，整天衙门里边打官司的几桌子人；第二任衙门里打官司的没有几个人；第三任衙门里边整天冷冷清清就没人了。我们这地方路师一夜不闭户，您知道什么叫路师一夜吗？我知道。您知道那个未必就是我们这知道的彻底，您怎么个彻底？我们这谁要是丢一包，掉在这大道上了，后一个人一看这包是别人丢的，站着不走了，一直得等到墙里上来找包，他才走的。夸大其词。我问你，我听说你们这个寇大人怎么样？还审过葫芦，问过黄瓜，还打过城隍，考过土地。有这事吗？有啊，有。审葫芦干嘛呀？
葫芦犯罪啊？啊？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跟你我们这成功骑着骑，骑着骑，老骑着有一大姑娘，长得漂亮，这姑娘乡里的，夏天。爹妈都下地干活去了，姑娘一个人在那葫芦底下睡上觉。姑娘正是睡上觉，这村里边就来一个无赖妞。这小子一看这姑娘一个人在这，过来就要强行非礼。这姑娘醒了，姑娘就不答应啊，姑娘就跟他撕吧呀，拿手撕吧，抓他挠他。这抓子给挠的，这小子一害怕，听姑娘这一嚷，生怕别人知道把他逮住，过来把这姑娘就给掐死。把这姑娘掐死之后，这小子就跑了。跑了之后，他爹妈回来一看这种情况，报了官，报到县衙门里头来了。我们寇丹人一听，坐着轿就到那儿去了。这现场，寇丹人一看，往周围一瞧，仔细一检查，一看姑娘这手指盖里边有两块肉皮儿，就从这小子不知是从什么地方给挠下来的。寇大人就把这两块肉皮拿下来，高个纸儿把它包上，揣到怀里了。寇大人当时就说：“说这个罪犯是谁呢？就打听吧，往周围问，谁也不知道。上坡头没有别人，都下地干活去了。”所以寇大人就说了：“说看来这个案子知道的只有葫芦架上的葫芦，而这葫芦他是亲眼目睹。如果要审问这葫芦，告诉。”五十里地之内所有的村民家里边一个人不许有，锁子看门，都得到这听老爷问案，老爷要审葫芦，出人命案了。哎呦，这一下五十里地这老百姓都来呀、啊、寇大人就在那开始问案，真把那葫芦摘来，摘在这儿撂在大堂上，寇大人就拍桌子说：“葫芦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点把你亲眼目睹的人给我招出来！”这大家伙的老百姓都在那眼睛瞪一边大，听着耳朵在那听啊，先听葫芦说什么。可是问了半天，这葫芦也没说什么，什么都没说。寇大人说：“大力葫芦四十板子。”结果这衙役啤酒把他一砸，把这葫芦砸碎了。这葫芦砸碎了，寇大人说：“都别动，你们听着。”这葫芦是罪有应得，说着话，寇大人下去了，搬把椅子就坐在大堂的门口那边一坐，说：“你们往外走吧，一个一个走，在我眼前过。”就一个一个过。这寇大人专门注意留神观察每个人的面部表情，其中就有一个年轻的小子走到寇大人跟前，那个脸就变颜变色。寇大人一招手：“你过来。”把他就招过来了。这小子过来一瞧。寇大人叫他说：“大人，您叫我吗？”说：“你怎么这个脸色不好啊？啊？”说：“你这个耳朵前面那块怎么破了？把胳膊撸起来，腿给我扒起来。”这小子胳膊一撸起来之后，胳膊上也有一道伤。寇大人伸手从怀里面的纸包就掏出来了，就把那个姑娘手绢里边那肉皮儿都拿出来了，捋吧捋吧。往那脸上一对，对上一个，胳膊上一对，没错，就是他，抓起来，神葫芦，正是他，没错，他招来。哦，崔文都听进去了，真有点意思啊。那问黄瓜呢？问黄瓜就更有意思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崔文手底下差人进来，总管，寇准来了。在哪呢？他现在就在咱们这大车店门口外头，来迎接清泉烂来了，站在院里。好，咱先不说这黄瓜了，走吧。还靠人家了。崔文憋着一肚子气，紧接着他这个差人出去之后，又打外边就领进来一个官员。崔文一看走进来的这个人，年纪约在36、7岁，多说不40，头上戴一顶乌纱，纱帽上顶着乡间的尘土，身上穿着官袍，袍服上还钉着一块粗布补丁，腰里边系着玉带，足下蹬着皂履，这双鞋呀、啊、
前面打着包头，后边定着后掌。你们一看这官够寒酸的了，心想你也是县令啊，月月有国家的俸禄银子，怎么造这样啊？一瞧这个人面容清瘦，两道长眉，一双眼睛都炯炯有神，海下三绺短髯。这个人进来一说话，带着那么一种陕西、山西两河水的掺和味。为什么呀？他祖籍是陕西人，在这个山西峡谷县为官都九年了，他串了点味儿，所以他来到崔文的跟前。峡谷县名，口准口平中，迎接钦差来迟，忘其恕罪。寇准呢？你下乡了？是，卑职下乡。上什么地方去了？红柳营那个地方遭了灾了，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所以我到那里看一看。知道我来吗？实在不知。你是手下的差人，火速的到那里告诉我，我马上就来了，迎接钦差大人。钦差大人，请到我的衙门里边吧。你要知道，我是抱着皇王圣旨来的。老毕，在哪儿接旨？接旨就到我的衙门大堂接旨了。啊！头前带路。崔文一见寇准就没好劲儿，这寇准前边走，崔文随后跟着，跟着寇准来到大车店的门口外面。门口外面停了一乘轿，可能这就是寇准坐的轿。七品县令坐的是四人小轿，蓝布轿梅子，轿顶子原来也是蓝布的，可是由于年久失修，有很多地方可能都破了，轿顶子上面砸补着几块补丁，为防止雨漏。这个轿杆呢，四人轿自然是四个轿杆了，四头的。前面这两个轿杆呢，靠这样这个折了一回，折了那是斜茬，把这斜茬对上，哪里拿绳就缠着。系的是个死扣，看着挺结实。这几个轿夫在旁边站着，毕恭毕敬，等着寇大人的吩咐。寇准出来之后一回身，钦差大人，请您上轿。崔文心里合计，这个轿按照他让我上轿，是对我一份尊重啊。不过他瞧瞧寇准的身宽，中等个，面容清瘦，说说也就一百二三十斤儿。崔文在家里出门的时候胖的是292斤半，这一路上估摸着又长了点。哎呀，我怕这样，我坐这轿里啊，坐这轿里，人抬轿起，他前面能麻上滚，万一要是一搀哟，咔不拉搀，那轿杆一折，就得把我从里边倒出来，危险。寇准呢？我要是坐轿，你呢？大娘，你要是坐轿，我就不行。你不行啊，跟着跑啊！哎，那成何体统呢？这么着吧，你还坐你的轿，我骑我的马，咱们两方便，怎么样？要是那样，就屈尊了大家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崔文心想，什么了不起的轿，让我坐。崔文骑马，寇准坐轿，来到峡谷县的县衙。峡谷县的县衙虽然很陈旧，但是周围打扫得很干净。一堂衙役们都出来迎接钦差大人，到在大堂之上。大堂上座位之后，崔文先在这宣读圣旨，寇准跪在地下行大拜之礼。崔文在宣读圣旨，圣旨就是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钦派内宫总管崔文调辖七品县令
寇准进京，委以重任，亲自谢登。很简单，没说什么东西，因为什么原因都没讲。寇准磕完了头，谢完了恩，把圣旨供到大堂子上，分上香。他说：“皇上啊，这圣旨一来就像皇上来的一样。”接着崔文就跟寇准说了：“寇准呢，现在皇上圣旨调令进京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就得走，越快越好。”“是啊，大人，我知道你是远路而来，一路风尘劳苦，既然来到小县，卑职总也得尽点地主之谊嘛。请你到后面这个衙门的后院，就是卑职的草舍，到在那里，另备薄酒给大人接风。”崔文心想：“这寇准呐，穿点衣裳，穿这样鞋，长得这么寒酸，我知道。大宋国朝有这样的官，他满腰是钱，装穷，包子有肉不在纸上。他把我往后边让，大概这机关就在后边这一让。也许寇准比沿途上所有的那些官员更聪明。”“好吧，寇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跟你到府上看看。”跟着崔文来的是十几个小太监。崔文心想：“寇准如果要是有那样的举动的话，我不能让一帮人都跟着，那眼就留着两个亲信，就是别人给他多少钱，这亲信都不带忘了说的，就这么两个人。你们都看，你们看这寇大人多清贫呐！回到这里，你们干脆吃那个小米面煎饼豆腐。”剩下都拿不走了。崔文带着两个小太监跟着寇准就往后排，由打前边大堂绕到后院，一进后院一看，正面有一栏溜五间的草房，院子打扫得很干净。屋子里边跑出一个小书童，这个小书童出来之后：“哎呦，大人您来了。”“来了来了，这是钦差大人。”“大人，这是我的书童，叫寇安。”“哦，寇安，好好好好。”跟着书童引路进了屋，进屋之后往右一拐，可能这就是寇准的客厅了。这个房子还比较大一点，一瞧靠墙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两边有两把椅子，这边有一张床，那边放着一个破旧的书架，书架上摆满了书，迎着这客厅门山墙上边挂了一幅画，这幅画上边画了一个小孩在灯下读书，旁边一个妇女呀正在那做针线活，右上角提着一首诗。崔文走到跟前倒一水一看，这诗是这么写的：“孤灯客独苦寒心，望儿修身为万民，勤俭家风慈母训，他年富贵莫忘贫。”寇准呢，这画是谁画的？钦差大人，这个画是家母在世之时托人画的，画的那个小孩就是我，旁边坐会的那个就是我的母亲，那个诗是家母所作的，家母已经过世，所以我画成一幅画，把母亲的诗还贴在上面，就不忘母训呢。啊，崔文看到这儿，别说还是有点感动。崔文心想：“寇准那么年轻也了不起。”寇准呐，看来令堂是一位贤母，贵妾也是个孝子了。我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大人请坐。过来，拿那个袍袖掸了掸那椅子，这椅子也很旧啊。吃了怎么吃
哧啦一下，把这个椅子旧都拔毛了。这一拔毛呢，那个毛那个地方有几个木头刺儿，扣住那袍服这袖子，也是年头够了。椅子刮它，这刮你刮一口子，哧啦，哟，后面一看这两半，哎，你看这个怎么弄？你说就这么带着吧，让人光就不雅。算了吧，不用难舍难离的，都死下来，这个要不要？还是轻松的。随便坐下，随便坐下之后，瞧瞧口。哎呀，高大人，你这日子过得够清贫呀！大人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都那么清贫。啊，大人你坐着啊。我看看，我的夫人把豆腐给你做好了。因为一听县里也请客的老婆磨豆腐，哎呦，够惨的了。哎呦，口准出去了。一会儿回来，豆腐已经做好了。跟你说，我去给你炒菜啊，你等着。林文心想，哦，感情县太爷自个儿下厨，咱这手艺不错呀。一会儿菜端上来了，往这桌子上一摆。崔文坐这一瞧，溜豆腐、炒豆腐、咕嘟豆腐、炖豆腐，还有一个凉菜小葱拌豆腐。崔文心想，今儿我掉豆腐地里，全吃豆腐。瞧着，寇准怎么还没进来？心想压轴的菜得耗上去。一会儿寇准举着俩鸭蛋去。听说大人，这个鸭蛋啊，就是那么两个。听说大人，你可真有点口福。这个大体敬礼，小的敬我。我这个给抽了。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敬你，这个留着我吃。要在现在的崔文本真生气。崔文心想，你把我叫到后台，就让我吃这，吃豆腐，吃臭鸭蛋。崔文心想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个寇准可能知道圣旨叫你来了，这是皇王圣旨。怎么着你也得跟我进京，你不想对我表示，你不想对我表示可以，你不至于装出这么一副穷酸样来。嗯，寇准呢，我问你，贵县就吃这些东西吗？待客人都吃豆腐吗？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个地方平常过年的时候才吃这个的。哦，过年的时候才吃豆腐。今天是大人你来了，所以做的这个平素当中就是咸菜窝头、青菜汤。没有酒席吗？哎呦啊，那个狮子大街酒楼里边有酒席呀、啊，那个东西得要花钱买啊。你真没有钱。崔文心想，你这寇准是玻璃耗子、琉璃猫、磁公鸡、铁豪，真猫主吧？我寒碜寒碜。寇准呢，你们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豆腐席，今儿个我从东京来了，我给你过个年，给你解解馋。告诉旁边的小太监，拿十两银子上酒楼买桌酒席来。
一边说着一边生气。心想到这儿，我自个在大车店吃饭，有情可原，没见着你，结果见着你，我自个掏十两。小女人听不声，提了大石盒，一桌酒席买来了，到这把这石盒往地一放，石盒盖一打，崔文一看，这菜太多了，这桌子摆不开，坐也不好坐呀。崔文跟客户就说：“客人过来，把这桌子往外搭搭，这里边也能坐人。来，刚一搭桌子，客户说：慢着，这个桌子不能动。怎么的？咱不能动？这个桌子是三条腿儿。”在墙里钉了一个木橛子，在这拖着。崔文心想，这桌子一搭就完了，就撅了。崔文细心仔细看这木头橛子是不是新钉的，装穷你的。一看这木头橛子旧的，但是崔文马上就产生了疑问呢，心想：寇准呐，你这么穷，你那个俸禄银子哪去了？你的工资呢？官饷呢？啊，真奇怪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将就着吧啊。菜摆上了，后人给崔文倒上酒，请崔文喝。啊，大人，请您喝酒。今天我这是见花献佛了。行啊，寇准，有你的。寇准，知道今天为什么调你进京吗？你知不知，我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，皇上为什么想到我，调我进京？告诉你，现在啊，这京城里边出了个大事，皇上的岳父和八千岁的妹丈两家打起官司来了。这一打起官司来，没人敢问这个案子。前任西坛御史问安由于贪赃被八千岁得知，一把面金锏给打死了，所以满朝文武谁也不敢接这手。所以八千岁在清官册里查着你了，说你在峡谷县为官任做了九年啊，像我葫芦给我还吧，打不成我考个土地，要叫你进京。寇准，你敢去吗？甚至叫我咽闷不去。寇准，我可告诉你，这个案子你要问好喽，你可是一步登天就升了官了；你要问砸喽，脑袋可就搬家了。有这胆量去吗？有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既然是做官嘛，只要是一心秉政，别说是什么八千岁的妹丈、皇上的老丈人，就是天爷爷、地奶奶打官司，我也敢问。崔文心想，这是扣大胆儿的。哎呦，崔文心想，我说这八千岁怎么把他给查出来了？哎呦，真查对了。寇准，行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做好准备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也没有什么准备的，明天一早咱们在哪里聚齐？这样吧，明天一早你就到大车店找我啊，咱们一起进京，我给你准备一匹马。好，多谢大人。你那个马够骑吗？我够。我不行，要俩人骑一匹，腾地一匹马给你。谁让你是皇上圣旨调的呢？哦，好了好，那就多谢大人。酒饭之后，崔文站起身来告辞，寇准往外送。崔文憋了一肚子气，但是心里边又有些疑惑。
像这个官怎么当？一路上没见过这样的官。到了大车店了，那一帮吃煎饼豆腐脑的都出来了。一看总管回来，一问总管怎么样？啊，挺好挺好。明儿一早咱们动身，都做好准备。睡了一宿觉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崔文就等着扣分了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怎么回事？说的好的今儿一早就走啊，怎么不来呀、啊？派人干啥？说派人不知道他家在哪住，你忘了？昨天咱们不去了吗？你去了，我没去。好的，走走走，跟我上吧。崔文带着一帮人来了，来到杨的后院，走进寇准这屋，进屋一瞧，哟，这干嘛？一看寇准呐，箱子也打开了，柜盖也掀开了，这床上摆着左一个包袱，右一个包袱，在这整衣裳呢。寇准呐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是你跟我先走，不带家眷啊，咱也不搬家。到了东京之后，家眷后接，你先跟我去，明白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。你早就知道你收拾东西干嘛呀？哎呀，金蛇大人，有所不知啊，我忘了一件大事情啊。什么大事啊？我在这里被关七年呢、啊，一共是三任，被关九年呢、啊，我还拉了不少的账啊。你从我这一走，我要在这里多管还行啊，人不死债不赖，我这么一走掉离此地，那么账主子是不是以为我把人家钱给崩跑了？所以我现在想办法，把我这个家里边所有的东西倒腾出来，我把它送到当铺里边当上，然后还人家的钱，然后再走。大人，反正是已经到现在，就再耽误一天，等我到完了道，咱们明天再走。崔文心想，这不能耽误啊，耽误一天是一天呢，回去晚上皇上怪罪我呀。寇准，你该人多少钱？钱倒是不多，我初步算计了一下，大致也就是30两银子。30两银子，你这些东西值30两，这这个东西可能不值，不值我就跟人好好说一下。行，我说寇准，行了，咱这么着，这个来，给拿30两。旁边的小太监拿过30两银子来，崔文把这银子拿过来。寇准呢？这是30两银子，你拿着还账去，咱们立即就走，别再耽误工夫了，你也别捣蛋了。我看你这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淡了，你走之后你家人穿什么呀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么说，大人，算我借你的，到咱就不要娘，我有了钱一定还你。行了，这算鞋水小底儿了，拿着。寇准把这钱接过来，告诉手机人，拿着钱还账去。手机人拿着钱走了。寇准呢？这回能不能走了？这回可以走了。那我这个账已经还完了，我立时就可以动身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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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你夫人都说好了。我的夫人做好准备了，就准备给我送行。我们可以告辞。哦，那好，那好，走吧。好，我们立即动身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说寇准，你这是上东京汴梁见皇上的龙楼见将。是啊，是龙楼见将，你就穿这身去吧。啊，不穿这，不穿这，你就穿着带补丁的袍服见皇上吧。啊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这袍服就没有不带补丁的吗？哎，有啊。坏了，不带补丁的有窟窿。
全堂的衙役都跪在那儿。大人，我们给大人送行，哭腿跪一片，叩首站了一条，都起来，都起起来，都起来，衙役们都站起来。大人，祝贺您高升。大人，我们祝您一路顺风，高官得走。不要说这个，跟你们说啊，我在这里做了九年官，我对你们多有慢待之处。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一着急还要骂人。要是骂人的，你们当时心里肯定不痛快。你们当时不痛快，因为我是官，你们又不敢说。今天我要走了，不管你们说和不说，临走之时，我向你们道个歉吧。啊，新任老爷来了之后，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，为公尽职。大人，我们知道，多谢大人的嘱咐。说实话，一回身旁边有人拿了一包袱来。大人，知道您了，我们连夜给大人赶制了一身官服。大人，您是峡谷县的县令，您不能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去见皇上啊！不光说丢您的脸，也丢我们大伙的脸啊！我们把这身官服给您做成了，您把它换上，换上这个官服可不是白给您，你把您现在这身衣裳脱下来给我们留下，我们把您这件衣裳就挂在大堂之上，想起您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件衣裳，怎么样？好，我这个破的坏心的和你来。好，上把这衣服脱下来，这衙役们把这新袍服给寇准穿上，绿带给他系上了，靴子也换了。寇准原来穿的这一身都留在这儿了。衙役们把寇准送到大堂之外，寇准来到大堂外的时候，这功夫他的夫人领着孩子来了，给老爷送行。崔文已经给寇准准备好了马了，寇准呢牵着马还没上马，一回身看见夫人，嘱咐了两句：“夫人，我此去东京汴梁啊，是奉皇王圣旨选调，到他那里是审问一个大帽子。听他大人跟我说了，此去东京吉凶未卜，那好着呢，我也请高官得罪，问你们娘们就接过去了。我要是问不好呢，我的脑袋就搬家了。”我要是脑袋搬家，你们就不用去了。我死之后呢，你也不要为我守着，领着我这个大小子看有合适的就再走一家。崔文一听，他把后事都安排了，该这是玩命的。哎呀，寇准呢，我真服了你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寇准牵着马跟着崔文离开衙门，顺着大街往前走，顺着大街往前，这一走可了，也不知谁走有消息，这峡谷县县城里边所有的百姓几乎都出来了，夹道相送，两旁边有的摆的桌子，上面摆的有酒，有的摆的水，有的摆的点心，还摆的什么菜。哎呦，大家伙给寇准送行，让寇准喝酒。寇准一看这种场面，他也没想到，连连报完功手：“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了。”我寇准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寇大人，您这一走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有日子回来，有日子回来。我们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这会儿就打对面匆匆忙忙走来一伙人，带头是一个老头，后边有几人搭着一个托盘，托盘上盖一个红绸子。这老头来到寇准跟前：“寇大人，恭贺您高升。寇大人，您要是不离开峡谷县，我们还不来。您离开峡谷县，所以我来见见您。我是带有峡谷县的老百姓来见您的。寇大人，您在峡谷县连任三任，为官九年，您把峡谷县的面治理好了，峡谷县的老百姓富了，您家里可穷了。寇大人，我们都知道您这个银子钱呢花了不少，
谁家的孩子没人管，您给抚养的。哪个买卖铺不做黄了铺了，没本钱，您把您的铺银子拿出来给他们做本儿。寇大人，您心里边不想着，我们老百姓心里可想着。您一天不走，我们总觉得这个账可以拖。可是现在您走了，我们得想法把您这钱还给您呢。啪！说着话，一撩这红绸子，托盘里边露出来，雪花白银500两，一大堆。崔文在后面一看。看来我借给他这30两还能还。寇准一看到这500两银子，寇准就说了：“老人家，你这个钱给我干什么？大人不是给您，这本来就是您的，我们这是还账，要按您自个儿所花的原本就多一趴。可是现在我们一时凑不了更多，就给您这些钱不算得了，大人。”一路之上，买酒不醉，买饭不饱，留着买碗茶水喝吧。哎呀，这个枪我怎么样？我知道寇大人，您为官清正，两袖清风，但是这个可不是贪赃的银子。我是这么想啊，这个银子要是装到我的这个袖里头，这风就进不去了。大人，您别说笑，这钱可收下吧。好吧。来人呐！山后边有跟随的峡谷县的衙役过来一个，寇大人，这个营子你替我收下。红柳营那个地方刚刚的遭灾，老百姓没有饭吃，就把这些个营子给他们吧，赈济灾民吧。你一定给我送去。谢大人，这差人过来两个人，把这托盘搭过去了。崔仁一看，那就完了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崔文心想：“哎呦，我明白了，这寇准为什么穷得这样？他这钱都是这么花的。想起自己这一路上连吃带拿，这个眼偷偷的有点发烧了。谁也不知道。”寇准这一直往前走，两边的老百姓还在呼喊着寇准。人群里边有一个老太太，有80来岁了，拄着拐杖。寇大人呐，听说你要走了？我老人家，我要走了。我听说你当大官了啊！我早就说过，寇大人是好人子。我那孙子要不是您给问那案，我那孙子就得冤死。正因为您救了我孙子一条命，我早讲寇大人这官啊，非得越当越大不可。他为什么？他这是个死理儿。这官要是当好了积德，当不好他损阴呐。老人家，你放心，我这回到东京汴梁要当好官。好啊，好啊，闲着有空串门来啊。大伙一听，你也不知道多远呢。寇准在众人簇拥之下，酒也不喝，水也不喝，往外送，一直来到城门一里。到城门一里，这老百姓随后边跟着大伙，随着那么多人呼噜呼噜送到城外。寇准一转身，看看这些百姓，众位乡亲，众位乡亲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，送君千里。终须一别，寇准在此就此告辞了。告辞之际，请收获一拜。啪！撩起袍服，寇准不走。官员，寇准上面一跪，老板呼啦的一下跪倒一片。崔文在旁边一瞧。哎呀，寇准人缘真不错呀。寇准站起来，老百姓就站起来。寇准过来牵过那马的缰绳，正准备上马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喊：寇大人留步。由远而近跑了一个小伙子，崔文一看认识，拜堂胡了。
崔文心想，我万没想到这卖上葫芦的消息还挺灵通。这小伙子扛着这个弹葫芦马子，上去，姑爷上去，挂掉了。哎呀，柯大人，听说您要走了，我得给您送行啊。哦，您来了。对，崔文在旁边一看，我说你怎么也知道你柯大人要走啊？不是，这位老爷，您不知道，我姓齐，叫齐小乙，寇大人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。这话怎么说呀？跟您说吧，我呀，从小是个孤儿，我爸我妈早就死了，我就在这个峡谷县街上要饭。那年冬天十中腊月，我肚子又饿，天气又冷，阳风嚼雪包，就饿昏在大路旁边。这个时候正赶上寇大人巡视县城，发现我了，把我救到他家里边，缓醒过来救活了。因为我是个孤儿，寇大人就用他的俸禄银子把我养大了。我自个儿想啊，我不能老吃寇大人的，我学点玩意儿。寇大人就把峡谷县蘸糖葫芦蘸的最好的一个手艺人介绍给我当师傅，我就跟他学蘸糖葫芦。我学会了蘸糖葫芦，我能够自己顾全自己了，我就离开寇大人。但是我忘不了寇大人对我的恩情，没有寇大人也就没有我这条命了。所以我听说寇大人要走，我就想，我怎么报答寇大人呢？我也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东西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我蘸了50串糖葫芦。我先把这个给寇大人带着，在一路上吃，消食开胃。外国人崔文在旁边一听，崔文还挺受感动啊，扣着一瞧，好好好，这个东西在路上吃好。清晨大人，你爱吃糖葫芦啊？那对，崔文心想，我没事吃这个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答应。哈，来，拿着，叫一小太监扛着。心想，我成卖糖葫芦的了。这个功夫就看这小孩站在这儿。寇大人，您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，也许咱们爷俩就见不着面了。寇大人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您临走之时，我就给您磕头，我的跪下。寇准这女人已经眼含热泪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起来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崔文在旁边都受感动了。寇准呢？上马吧。接拿在手，翻鞍任登，乘快坐骑，后会有期。啪！一骑催马，直奔东京。那么寇准这案子问的怎么样呢？咱们明天再说。